如土三角形 ABC 跟 C 珠一都是正三角形。我又没有。关于这方面，我还在学习中。我没有跟你讲话，我没有跟你讲话。为什么它会自己忽然间出现呢？来，它是个正三角形 ，ABC 的边长是12。好，我知道这里叫做12。那 C 珠一的边长哦，叫做6。好，你看一下哦，问的是 CF 的长度。我画一下这里的八字形给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是八字形，而且这两条绝对是平行的，嗯，因为他们同位角，这里60度，这里也是60度 ，OK 吗？好， 6比 12， 所以我知道它的边长是1比 2， 所以你知道 AF 比上 FC 好了，好 ，AF 比上 FC， 记不记？你看一下， 2比 1， 谢谢。AF 比上 FC 就2比 1， 啊，这种题目就变简单啦。反正这整条 AC 也是一样12公分嘛。所以12乘上3份里面的 CF 叫1份嘛。答案就叫做4公分。